阿弟死掉后，你是几偌久才有我的？你问什么透彻？你紧讲就对啦。真紧啊！啊，真紧是偌久啊？我要知影详细时间。再讲我话啦，你听得无？ 有淡薄仔疼，你较忍耐哦。这里来。杜尚的义工，你细汉的时阵，我把你带倒转来厝内。 印象中，我会记你甲讲，你的厝内到流浪，就是因为恁老爸阿母已经死去啊。你讲的迄敢拢真实？其实我阿母还佫伫的，阿唔过，伊是一个趁食查某，我惊见笑，所以才唔敢讲到实话。恁家阵叫什么名？ 刘艳红啊，艳红，这是你。 刚刚江辉，你慢慢嘛想袂到吼，我听讲要甲你撞伫规世人，当初是你外地的好事，生啊生，生啊生，嘛是去生倒来你的身躯边，搁互你家认错是好事，搁当作亲生的请用。